开始爬山了，今天又是爬山的行程，45分钟，没有人要休息啊，一直走上去啊，哦，假超哦，走到土地公庙，今天花了22分钟，在这边休息了一下，22分钟，然后继续前进，我们还有一半的路程，就是1.5K 了。现在要过溪了，这边后面是从来没有来走过的路哦，所以要记录比较详细。这里要过第一个吊桥了，要让我们来回，所以没走过的都很新鲜。都要落去啊！这边有一棵倒木。倒在这边，然后被砍成天然的平台，钉钢筋。哦，这棵倒木应该很有历史哦，这么粗一棵，在这边。然后要过吊桥了，这个是第一个吊桥。这个吊桥只能过6个人。会嗨哦，会嗨哦。这下面应该有苦花，一池一池的。这吊桥新建的啦，不错，感觉不错。第一个吊桥完成，等一下继续前进啊。第二座吊桥到咯。下面还那个旧的嘞，你看旧的好恐怖哦，旧的站帮走哎。那第二，你看那旧的，够人敢行？新的了未歹哟，行哦，行，那这山沟干掉了，干掉了，那还有一座吊桥，继续前进吧。后面还要一直爬，终于爬到最高点这边。那下去要几米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也没来过。下去这边可以坐着休息。5到10米哦，我这边如果下去的话，可以休息一下。跟阿玉溪差不多。这旁边还有一条路哎。哇，这边天气好的话，应该很漂亮哈，很开阔。后面这一段真的比较累，后悔了。爬上爬下的，不是平路了啦。后面小的桥，小的桥不是吊桥，所以还有的走嘞。现在到2.7、2.8了，听水声很近了，要开始找吊点了。应该是2.8了，哦。水深越来越大了。3K 了。哇，3K 了。3K 我们可能走过头了。对啊。过二十后也没有到瀑布那边前面而已啊。不知道，先再走一小段看看吧。再走啊，再走啊。那前面应该很路啊。因为我们都没来过，没有人来过，对，不知道在哪里有下切点。第三个吊桥在 3K 左右， 3K 了，爽哦，哇，听到溪水的声音了，应该快到了，那找下接点了，走到溪边来了，走到溪边来就表示走错了，走到支流了，所以我们还要往回走了，多走了，找不到下切点。哎呀喂呀，3个人在那边摸啊摸，结果还是错了。看到切到支流就错了啦，因为我们是要掉主流啊，所以在这边支流遇到溪就不对了啦。所以休息一下，我往回走了。还要往回走了，我走过头了啦，走过头了，没有找到下切点。所以
还要再往回走，找下切点。因为我们这边三点几了，都已经到支流了，所以不对，多走了好多路哦。行四，搁行四十几分钟，阮土地公搁行四十几分钟。等一下要慢慢开路走下去了，先弄一个拐杖比较好走，因为这边没有人走啊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自己开路了。下切了，这个是几乎没有人走过的路啊，而且也没有绳子，一步一步都要慢慢小心。啊，你按刀啊嘛，蛮麻烦吼。小心哦，你拿刀子要小心哦，一抹刀鞘哈，但真的是蛮陡的哦，还好他有这个有救绳子啊，有一段没有而已，后面这一段有救绳子，对，如果我们下次有来的话，再带绳子来把它补强一下，不然这样太陡了，而且你看这种树叶哇，这树叶啊，树叶。和碎石增加它的那个滑溜度，然后它又很陡又很滑，危险度就增加了。这个根本就没有人走，这种没有路基的路啊，你看，闹咯，快到西边了，这一段是垂直的，哇，那里有哇，好漂亮哦，滑水道哎，这边有个滑水道，下来之后啊。这个是一个天然滑水道，这个超漂亮的哈、哦，滑水道加九寮的第二条滑水道，滑下去到深潭，这个深潭也是很漂亮，但是过不去，我们今天没办法去后面了，没办法去下游，过不去，所以哎、哦、有，墙壁边边有苦花在翻，所以我们今天要。爬山了，要开始爬山了。我们总共走了1小时50分钟到西边。才刚要走的时候，就发现这边好多虾子哦。哎，虾子，有没有？那里面也都是虾子。刚刚这里也爬好几只出来，超多虾子，这虾子都不惊人啊。这里太原始了，没有人会来啊，几乎没有人会来。超滑的，才刚走下来而已，就滑倒了。哦，这种石头超滑的啦。不过看起来好像应该鱼蛮多的，因为虾子也蛮多的。哦，这种石头不溜秀，有没有看到上面超漂亮的？等一下继续往上爬，一开始掉就屁股都湿了，滑倒。这里就是滑水道啦。咻咻咻一直到下面，不过今天有偶尔有毛毛雨，然后有点雾，这石头超滑，这个真的要很注意安全，上面很深哦，继续往上，路都是这种石头，走哪里啊，这里都没人走，哦，滑不溜丢，只有一个字，滑，哦，一池一池的，超漂亮的，哇，北拜，这几层也不错啊，这几层看起来不错。哇，今天超美的，今天，哎，终于值得了，哇，还有很深哎，大家继续往上吗？三枪，哦，三枪在叫，哦，三枪好近哦，哦，好近哦，只是没看到而已，好近哦。哇，这边太原始了，还要继续往上，三枪刚刚就在那边叫了，
靠腰才会当行，歹行才好行。那无好行。那墙壁都超滑的。有好行无？无好行，我行顶悬就好啊。不行，你走。我看你行到这艰苦，我行顶悬较安全。我上面。哦，哇！哦，这一池一池的，差不多了吧？哎，可以啊，那就很多苦花了，这边有，看得到呗？有没有？这边就很多了、啊。我们走蛮上来的呢，等下准备要放包包了，放包包就可以开掉了。那边角落应该有个平台可以走。跑是最好的啊，找好久、哦，今天终于又找到了，今天可以换一点草，换一点草。哎，很危险啊，像狗一样爬，爬不上去。哎，哇，哎，超滑，超滑。只有一个字超滑，那就有很多小只的啦。哦，我有看大只的呢，有啊，那拢会病。再上去就，等下今天就不上去哦。从这边开始，往下。哦，超漂亮的。